狗啊，我家贝壳它就是这样的呀。你和它对视，抚摸它，坐直。它都叫，你说它怎么办呢？虽然它老叫，但是它光打雷不下雨，是不咬人的。它在家只怕我妈，以前犯错了，我妈真拿拖鞋揍它，以至于现在我拿拖鞋它都要干我。那好了，给大家做个演示啊。比划刺激。其实不只是拖鞋，你拿什么跟他比划他都不怕。哎呀，也不怕呀，你说咋整啊？你能不能躲一下给我个面子？你感觉他有点凶，其实他很怕陌生人和陌生的狗。还有就是他只在家这么凶，他一出门屁都不敢放一个。现在看看他在家里的状态，看还是哼哼叫啊。现在已经在外面了，来测试一下。咬头皮没事亲也不叫了，就是这么的神奇。Later， 我们已经到家了，来再测试一下，贝壳过来。你看，又来劲儿了。所以由此可见，我真的没有虐狗，它就是这个性格。它这个毛病吧，我觉得问题不大，它就是叫叫不咬人，所以说没必要给它板。而且贝壳今天已经11岁了，我觉得开心最重要，其他的都无所谓了，是不是？那么咱们就这样啊。